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干嘛呢？这么长时间才开门啊？大清早的，你就来这么早？对啊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什么？你擦体怎么了？擦体，医生也没说啥，他就说去再做个进一步检查就行了。怎么回事？他就是前列腺那边盆腔里边有囊肿、肿瘤什么的，可能是报告还没出来呢，今天去拿。今天去拿，一会儿回你俩去拿，然后再去做个复查看看。不用啊。怎么不用？我给你拿的早饭呢，回去吃饭。你洗刷了吗？没有。赶快洗刷去。你咋过来了？我休班，我咋过来了？我请假。你包的很呢。干嘛早晨起来包的？医生到底怎么说的呀？他说里边有一个片状的什么东西，现在看不清，里边有个阴影。不知道是不是肿瘤还是其他的，现在不确定，就是让再做一个盆腔的那个磁共振嘛。吃完了，我们先去拿报告，看看报告什么结果，看看其他的有没有事儿。江永祥，要身份证吗？血压没问题，超重，啊，就胖，减点重，有个不均值区，对，就这个，这个吧，的吗？3.8乘这个到外科看一下，是好大刀，因为这个，具体的它是个，性质啊，或者说需不需要做进一步检查？因为它去了以后，外科会做一些钢诊呀什么，会做一做，这个到外科看一下。现在他检查的别的项目没啥问题，就你那个前列腺有点问题，然后咱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吧。昨天晚上我都没睡好，老是害怕，心慌，然后感觉胸闷，喘不上气儿。没事啊，不要紧，不用害怕啊，我们去检查一下看看。没事的话更好，有事我们就治啊。对，现在咱俩还没结婚呢，然后我这个病那个病的，你到时候。哎呀，没事呀，谁还不能有点小毛病呀？是不是？那我也有啊，是吧？那我生病的时候你也照顾我来着。我就怕到时候你说，哎呀，这还没结婚呢，这么多病，养了个爹。没事啊，不用担心啊。那我要是真生病了呢？生病了我们就治呀。那治不好呢？怎么能治不好？能治得好啊！我来照顾你。这个就是泌尿外科。啊，对啊。哎，你等一下。啥？你看看，前列腺癌。哎呦，人家这个是个广告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这不是这是咱不是也到那个泌尿外科吗？那这是给你检查，给你看一看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人家这是打个广告。他让我做的也是就这个。MRI 这个值，搁这就是检查这个才能检查出来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没事，那我们就先做检查呗。哎呀，没事，吓死了，不用担心哈。那前列腺那块儿，那盆腔里边就有片状一个东西，他做那个彩超是不是说的？挺大的，是不是这个？3.8可不小。哎呀，一米是不是？他 B 超看这个东西吧，不是很准。看不出来。这种还得靠这个从这儿啥的去定啊。查一个那个盆腔 MR 那个值。700亿。对。我去，这么贵。我叫。没事，我叫。什么时候能出结果呀？明天上来。别害怕哈，一会儿就到你了。磁共振这个机器都怪吓人的。哎呀，没事呀，我也做过呀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就是个机器，就是了呗。对呀，看见这个炉子都感觉特别害怕。哎呀，不用害怕呀，没事啊。给火化炉子的。啥？就害怕呗。你看见了？请23号贾永祥到磁共振室检查。那里。哎，出来了。啊。怎么这么长时间呀？咱做的仔细呗。哎呦天哪，害怕吗？还行吧，就在那躺着。脸都白了，就是心里面还是害怕。哎呀，没事啊哈，等那个明天我们拿结果看看。不用担心，肯定没问题的。哎，主要那个机器太响了，那声音就感觉跟那个。对，他检查都有那个声音啊。那个机器能把人吓死都。哎呀，没事啊，你是自己把自己吓坏了。哎，你说这个报告也真是的，你说今天就拿出来报告得了吧，你这样晚上我又睡不着觉。我昨天晚上都没睡好，你这样这个报告它还没出来，你就让人家等了，就是这样式，我又得担心一晚上。哎
一晚上又睡不好。上我家去睡吧，好不好？行。